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地平线：期待黎明》。我原本一直想象植物城会在一个地下的地方，结果跟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哦，好帅哦！这有点像什么风格啊？这种电梯的。Come take a look. I'll give you good words. The Nora will survive. They always. 不晓得那两个在那边上上下下，是不是在提供电梯力量 ？Won't find better wares.Fine goods for a fair price. These aren't goods. They're. Is that real? My family might still be alive. And you're going to stand here and do nothing? You've lost a dozen patrols beyond the valley. Our orders are clear. No more. Freeholds were warned. You're talking about orders. I'm talking about lives. That's what new owners of you have no need for. 违抗命令也会丧命啊！200多 Saving those for the trail. Eh, 我忽略这些好了，这些昂不折。诶，这边有什么？广告，古希腊，古希腊正等着你造访，你愿意前往古希腊冒险吗？想象一下，卫城、吕卡维多斯山、宙斯神庙，不是想象现在这副肮脏废墟的模样，而是当年高耸宏伟的姿态。全影假期郑重向您介绍古希腊体验，以全像依照史实呈现古代最伟大的文明，随心所欲的在古代雅典冒险，与心爱的人携手在帕德嫩神庙散步，和苏格拉底同行，出席阿里斯多芬尼西斯新剧首演，不用离开全像室就能探索古代世界，欢迎即刻联系我们洽询费用。你们是 obstacle 对不对？体验历史嘛，我知道。然后为了找到那个金苹果，一切都是你们的阴谋。哦，我已经看到地雷了，代表那个家伙已经在附近了。看到了。不止一直有稍微吓到，但还好。今天都在讲股，了解一下好啊。我懂了，这个公司是 Obstacle，
因为要扫金苹果就像刺客。对啊，所以一定是 Abstergo 啊，不然为什么会有这种全向体验呢？有没有很合理？我先到这边萤火点一下，然后再去下一个好了，避免不小心死了。虽然追踪者都打掉了，剩下两只应该不会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哦，不对哦，清野者上次我打得很辛苦哎。那先这个好了。我的方向感好像有点怪，为什么这边看起来是往这个方向？哎呦，土匪应该……其实我跟这些土匪就没有仇啦，我才刚来这边啊。不过因为我要过，所以只好把你们杀了。黑遗迹，人数好像并不是说非常的多，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点引起大家注意了。I'd have to leave something else behind. 哎，我包包怎么又满了？这么快？That better not be one of ours. 哎。讨厌，被那个害到。哦，原来是药水，难怪满了。没想到我包包才清过，怎么可能满那么快？他在动，放弃，换下一个。我先击破他们的警钟好了。啊，浪费箭矢。They will be using this again. 这土匪营有一种树屋的感觉。Come on, Daisy, don't be afraid. I'll only kill you once.原本想说今天剧情会多一点，结果都在文献。文献你才能了解啊。对，难道你都不想了解一下那个背景吗？你居然叫我滚！不是哦，不是。开伞了！为什么射不到头啊？
是属于近战型的，应该没有什么威胁，他不会拿那大炮一直射我。人在哪里？嗯，没有看到啊。我怎么没有看到被关的人？我觉得他们选这个土匪营的地址还蛮奇怪的。没玩 BF 一样，没有，礼拜五固定去玩地平线。想到危险就想到刺客，毕竟都是开放性，开放性地图。啊，掉到水里了！我上去啊！他们为什么要把土匪营建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啦、啊，这样有比较利于他们防御吗？好，还有吗？还有一个。Search party starts now.我觉得这遗迹好像是什么交通工具，还是铁皮屋之类的。我觉得有点像飞机的残骸耶，是不是？你们觉得有像吗？我觉得还蛮像的耶，有点像飞机的残骸。他们在这里做成了一个土匪营，我觉得还蛮像的。对付我，等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很多只好了。如果有多只的话，就很难解决了。小心一点。那有两只巨齿兽的话，我就没有自信能够闪过他们。哎，我那个
鸟不好惹，我不要再打巨型兽，之前就被。小心，小心！我觉得这边的那个地貌又有点不太一样，这应该算是什么样的气候啊？想不起来，已经脱离我太遥远了。小心的下去哦。Look out below！ 不要吓我啦！长腿兽。不是，我要找的不是长腿兽。好像会经过他们。他不能叫长腿兽。Not much gets past them。被发现了，怎么会这么敏锐？这么敏锐，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